就针对预算的问题，希望两个院长能够进行协商。院长有这个事情吗？真的，韩院长同意啊。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间，我们已经喝过一杯很温暖的咖啡了。我们也谈了一个相关的事情。我想韩院长跟我都对于未来的国家应该发展的方向，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有基本的理念是相同的。所以时间约了吗？可以协商，要再约时间，我们彼此都要进行很多的努力。OK，我要跟我们的部委首长要表现出我们的诚意。好，那我也拜托韩院长能够跟大院的委员能够以为如何推动国家政务为首要，我们一起来努力。执政党展现诚意，韩院长展现能力，我想这个才是国家之福啦。所以乐见两位喝咖啡，也希望多多沟通。能够让人民期待的这些总预算，地方政府等待的补助款，能够顺利的在立法院来进行审查。